秦昭王在位56年，终于寿终正寝，太子安国君继位。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除掉吕不韦，但没想到继位仅2天半就突然暴毙。毫无准备的王孙一人转眼间登上了雄睨天下的秦王宝座，吕不韦官居丞相，封文信侯。一人继位不久，曾是安国君亲信的樊无期向一人密报，王后赵姬以前曾是吕不韦的宠妾。一人闻言口吐鲜血，昏倒在王座上，四人侍女慌作一团，谁也没注意到藏在帷幕后脸色苍白的少年嬴政。在咸阳竟然会出这种事情，那秦国的颜面何存哪啊？到底是何人所为？启禀大王，太子，当时夜黑风高，凶手又是蒙面之人，末将不清楚啊。吕先生他怎么样了？吕氏家眷几十口人都已殉难，吕先生怕是凶多吉少啊。太子，我不大王，末将失职，末将失职啊。杀啊！大王，大王，大王饶命！大王饶命啊！父王，此事就叫儿臣处理吧，儿臣一定惩办凶手。你呀，
领兵作战尚可，可治理国家和朝政还差呀。迟早你是要做国君的，安天下只凭刀剑不行啊。父王，孩儿记下了。启禀大王，吕不韦先生求见。什么？吕先生他还活着？吕先生，真想不到你我还能相见。不韦安然无恙，公子不必伤悲啊。可先生全家，先生啊，父亲。吕先生死里逃生真是一大幸事啊。不韦参见太子。不知先生是如何脱身的呀？不韦乃商人习气，喜动不喜静，每到一地都要四处走走。想不到先生真是有福之人。不韦只是没想到来者如此心狠，若与不韦一人有仇倒也罢了，家人与此何干，竟然一个也不放过。先生放心，我一定为你报仇雪恨，只是眼下一时尚不知凶手何人。杀人者不韦已略知一二。啊，是何人所为呀？吕先生，大王召你入宫。遵命。嗯，伊人，你母亲叫你去一下。啊，那吕先生去。是。大王，虽说吉凶祸福皆由天定，但不韦经此大难，对一切已是心灰意冷。先生遭此不测，寡人实是同情。现今你孤身一人，我看就留在秦国吧。多谢大王好意，但不韦实难从命。不韦已收拾好行装，准备即刻离开秦国。行前入宫求见，是有两件事要向大王和太子禀报。吕先生请讲。这第一件事，杀不韦家人的凶手据不韦所查，可能是赵王收买的。为救异人公子之事，赵王对不韦怀恨在心。不韦救异人完全是出于友人之道，绝无后悔之意。先生真乃古今难觅之义士。这第二件事但讲无妨。异人公子夫人赵姬原本是在下同宗亲眷。这不韦之所以未向大王和太子殿下说破此事，是因为不韦不愿意家事害公事，以私情代友情之故。不韦救异人实是因为被异人的气节所感动，并非出自半点私情。
你们是什么亲戚？一人夫人赵姬乃我姑母一女，自幼双亲早丧寄居我家，因其天生丽质，聪颖过人，一人公子异常钟情于她，我方作媒嫁于公子。赵姬是吕氏宗亲，可一人为何从未提起过呀？此事一人公子早就清楚。 是我告诉他，不要对太子殿下说破此事。但是，家人来咸阳时曾对我讲，太子殿下曾派人到我家乡去查询过。吕先生。 安国君原也是一番好意，实话说，他是想让你做异人的老师，让你当太子太傅。如此重大之事，我想，总该了解一下吕先生的过去吧。他查询的是你。 而不是赵姬，这件事，他向我禀告过。传寡人旨意，即日起，吕先生就是我秦国的太子太傅。是。 他去看望太子殿下了，把儿子抱来。在你的心里，难道只有这个儿子吗？不为，我不明白，我们这样做值吗？在邯郸，凭着你的万贯家财。 我们全家不是一样快快活活的过日子吗？还不像今天这样担惊受怕。自古以来，士农工商尊卑有序，商贾之辈，即使盈利百万，又有何用？依然是受人轻视的。 莫等之名，事已如此。多说无益。不为，我只希望你记住当初的诺言。早晚有一天，你我还有我们的儿子，还会重新在一起。 儿子，这是我们的儿子。天下万物，只有你，才真正属于我吕不韦。孩儿啊，你记住，父亲。 一定会让你成为一个雄霸天下的君王。父王，你年事已高，不妨歇息片刻，让小辈们显显身手，请父王指正。
是寡人的重孙子呀，好身手啊，不愧是我嬴氏的后代呀！来来，好，好孩子，你哥哥呢？嬴政，来，你也来拜见曾祖父。 嬴政可练习过骑射？习练过，只是嬴政自幼体弱，不善刺刀。习武方可强身。来呀，去来攻箭，让两个孩子为寡人射猎助兴。祖父，程乔或许可以一试，但嬴政身有残疾，恐怕……真正的嬴氏后代就不该如此怯懦。 吕先生，嬴政身为嬴氏后代，理当遵从代王旨意。哥哥，你来呀！吕先生，你还是替我求求祖父，嬴政就免了吧。 父王在位的日子也太长了，也该歇息了。总得让我们这些后人干点事情。范将军，你说呢？末将蒙代王厚爱，愿肝脑涂地，赴汤蹈火，以报代王之恩。等寡人登基大典以后。 你马上去除掉一个人。末将，明白。且慢，此事切不可让太子知道。是。 母亲，啊，正儿，你，我知道，父亲今夜入宫饮宴，一定喝个大醉，不会再来找母亲的。快过来。
正儿，吕先生布置的功课都做完了吗？做完了。吕先生为了训导你，竭尽心力。正儿，你不要辜负吕先生的一片苦心呐。孩儿明白。正儿，你不要忘了，吕先生是我们一家的大恩人呐。知道，从小我就听您和父亲说，没有吕先生就没有我们一家。他经常板起脸训导我，好像我是他的儿子一样。正儿，不许胡说。只可惜他忘了一件事儿。他忘了，我是秦穆公的后代，堂堂正正的嬴氏子孙，而他呢，一个从事商贾之业的贱民，一朝得志，就对我这样一个王孙来指手画脚，他也配？正儿，好了，不提他了。再说母亲又要不高兴了。正儿，日后你登上王位，会明白吕先生的一片苦心的。母亲，当王是不是真的很有意思啊？曾祖去世的那天，祖父、父亲哭得都很伤心，而我觉得，他们心里比谁都高兴。你又胡说。将来我就不想当王，我要称帝。就像尧舜禹那样，让天下万民都臣服于我。我还要修一座大大的宫苑，让所有的秦国人、楚国人、赵国人，反正天下人都像一家人一样过日子。我还要像仓颉那样，创造一种文字，让天下人都使用它。我要让天底下的人都听我的。跪下。抬起头来。正儿，这九个鼎代表着天下的九州，代表着全部国土，这是权力的象征。现在这九个鼎还在洛阳，但是东周王室气数已尽，无力统一天下，我大秦要担起统一天下的重任。孩子们，你们能说出这九只大鼎各代表的是哪一州吗？嗯，程乔，你说说。嬴政，你过来。孙儿，你能说出来吗？有冀州鼎、兖州鼎、青州鼎、徐州鼎、扬州鼎、荆州鼎、豫州鼎、幽州鼎、雍州鼎。光会骑马射箭，夺不了天下。九鼎此乃是大顺帝平定天下而铸，九鼎就是天下。这一只是雍州鼎。你知道雍州是哪里吗？不知道。雍州就是我大秦，不知道雍州是大秦的，不配做我大秦子孙。你才不是大秦子孙呢，大秦子孙个个都能盘马弯弓，英武健壮，你大秦子孙就这样。哎，不许打架。
不许打架，放开！嘿，畜生，他是你兄弟。吕先生，请随我一起入宫，父王今晚要大宴群臣，待不韦把府中之事略作料理，随后就到。太子且慢。太子请看，此乃东方六国为祝贺代王五十华诞而精酿的贡酒，请带入宫中去吧。吕先生，你想得太周到了。来日我若是登基，定命先生为相国。岂敢。太子，这一天就要到了。快代王，这是那瓮酒。酒怎么了？你不为恭贺太子。将军。将军，樊将军留步，让开，我来探视代王病情。我等奉命把守此地，任何人不得入内，请樊将军见谅。你们奉何人之命？我。吕不韦，樊将军。今夜敢擅闯宫禁者，无论何人，杀无赦。吕不韦，代王到底怎样了？倘若代王有何意外，我樊无锡定让你粉身碎骨。樊将军，听说你想除掉一个人，除掉了吗？父王，我不行了，秦国以后就靠你了。父王，你先安心调养，待病愈之后再。我已活不过今夜，有一件事藏在我心里多年，因为关系王室体面，本来不想对你说，我想等你继位以后再了结此事，可没想到。父王，何事如此紧迫呀？父王，此事关系到我赢氏江山的生死存亡，我不能不说呀。父王，吕不韦，
吕先生。你来干什么？父王，我请吕先生带人守住宫禁，以防不测之变。什么？你不为随时候命，以备调遣。父王，你要对我说什么事啊？我只有一件事，放心不下。你继位之后，要立谁为太子？按长幼之序，应当立嬴政为储君。你继位之后，要立程乔为太子。乃寡人一命，谁敢不从？太子，代王归天了。父王，周王乃天下诸侯之共主，今日却趁我秦国王君之位合纵公秦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末将愿奋起一战，以御外敌。大王，此事不可莽撞。我秦国近日连丧良主，人心浮动，此时万不可轻开战端呐。哼，大王，此事一定要慎重啊！周朝八百年基业，声威远播，不可轻易与之为敌啊！是啊，大王，以臣之见，不如暂且议和，方为上策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大王。丞相，意为如何？臣有一事要请教大王。请问，周天子历朝传国之宝为何物？丞相，莫非是指九鼎？九鼎乃周朝世代相传之宝物，镇国之重器。然鼎之轻重，代王可知否？丞相真是说笑了。九鼎乃周天子家传之宝，其轻重寡人如何而知啊？待下臣将九鼎取至咸阳，鼎之轻重，大王就可知晓了。这是丞相之意，莫非是要灭周取鼎？正是。
周朝自武王灭商受命，历时800余年，气数已尽。今日又以上伐下，有失为君之道，视为不义；趁我大王心丧，合纵攻秦，视为不仁；虚张声势在前，畏首畏尾于后，视为不勇；起乱击时，自取灭亡，视为不智。如此不仁、不义、不智、不勇之东周，留他何用？九鼎重器，天下至宝，有力者居之。我大秦国威震四海，理当拥有此物。可大周朝若绝嗣于秦，秦国要招来天下的怨恨呐！东方诸侯本来就对我秦国怀恨在心，如今西周已灭，留下东周，列国的怨恨从此就会消失吗？不会，东周不灭，列国抗秦之心不死，唯有断然灭绝周朝，方可一绝后患。周朝灭，天下乱，乱而治，治而归之于秦，大王正可趁此扫除六国，一统天下。丞相言之有理，末将愿为先锋，以供大王之遣。末将愿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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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末将愿往。寡人居丧，国事由吕丞相一人治理。遵大王令。臣吕不韦向大王敬献九鼎。敬献九鼎。大周朝自武王受命于天，历经800年，不知我大秦的国运又会如何？有大王这样的英主，我大秦国的基业将万世永存。万世永存。万世永存。寡人怎敢存此设想？只求不辜负先王遗愿。大王一片仁孝之心，令不韦感佩。那大王对先王的遗愿，也只有唯命是从了。丞相是指立太子之事？先王遗旨虽然有长幼之序，但英正体弱，寡人担心他日后难当重任。英正虽自幼体弱，但其聪颖好学，生性深沉坚忍，若加以细心调教，日后定能成为一代雄主。丞相，此事明日再议吧。大王，废长立幼，为礼法所不容，只怕会招来大祸呀。嗯，寡人并非先王长子，
可得你吕先生相助，不也登上王位了吗？莫非日后寡人还会有杀身之祸吗？大王，不为储君之事固然重大，但毕竟是寡人的家事。丞相如此关注，越权太过了吧？大王，参见大王。什么人？大王，末将樊无期，曾任先王护卫。樊将军，你夜闯王宫，意欲何为？末将有要事禀报，请大王恕罪。你随我来。樊无期，你罪该万死。大王明鉴，末将所言全是实情啊。你为何不早奏？此事只有先王一人知道，先王顾及王室之名，未加张扬。况且内情到底如何，先王只是心中猜疑，但吕不韦却是一个心怀叵测之人呢。你胡说！大王，末将自幼深受先王之恩，无以为报。即使粉身碎骨，也在所不辞。先王离世，末将早已是心中存疑，本想隐忍不言，苟全性命。但若如此，末将又怎么对得起先王的在天之灵啊？你！大王，此乃大王家事，末将本不该多言。但末将甘冒杀身之祸，只是不忍凝视江山落入他人之手啊！大王，大王，你怎么了？无期，你乃千古不忠之人。大王，你要么早说，要么不说，你根本就不该说。大王，来人！大王，快点！大王，怎么了？大王，大王，快请过！大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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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怎么了？大王，大王。